我你想啥可以啊？这是啊，你是怎么了？你想啥可以可以啊？你学了派出所也会给你练，没有事。你现在你先把你的，不是我现在先把地图让给我盘我们家，我现在星期六啊。你先把我的图给我盘起来。走，丫头走。哪看又不行了啊，哪看又不行了啊，哪看看哪看看，这压着走啊，哪看看啊，别再拍手啊，拍手啊，抢去压走啊，俺不给这个谢亚叔啊，要见谢亚叔嘛不给啊，那就看一看，那就看一看啊，这就要这个本身呢，本身这个王立贵他的瞎子告写他就告啊，你现在要这个我们怀疑这里面谢亚他是在造假的厂，为什么不给这个谢亚说这都是天赋是才手啊，这所作所为我们看一看，印现在在昏迷啊，昏迷不起，还不要院儿令了，还不要院儿令这事儿。你看还不要院儿令，一个这个。你看现在，严重昏迷的事儿。这都是天府派出所啊，在这陪孩呀，陪孩这个拘留王立贵啊，是因为举报局长刘斌啊而进行的报复。